安哥来了，耶！从台湾飞来了来找我，在麦斯里。好久没见，真的，来了。哎，是，是，对，这是Adventure的纪念，对，这是Adventure的大本营。好像是2018在台湾见面到现在。你说结婚到现在吗？结婚的时候，在台湾结婚的时候，5年了，4、5年，4年，4年。而且安哥还是。 伴郎嘞，哦对啊，伴郎回来，好像先来美国玩玩嘛，然后就想过2年，再回来台湾结婚。对对，对哦，那时候上次你带他去 Berkeley 的时候，哦好久以前，旧金山有一个，不错，记得什么碉堡了？碉堡吗？对，是墨西哥料理，当地的，马来西亚有名的。 昂格第一次打 pickleball， 对，桌球打，对对对，不过他要打那个 speed badminton， 还有基础的，那个更快，可以弹2下吗？对，不行，一次一次，哦，真弹一次，对，那你可以，我记得你可以进来，可以跟网球一样的弹一次，哇，你可以进去啊，可以弹地。 哦，哎，不过你选的，不难的。 Oh, is that game? Oh, they won! Oh man. Thank you.
打羽毛球了，打羽毛球了。哦、oh, ，sorry。